啊，原来这个霸权，上集是讲到装备吗？说说，哎，我介绍一下我职业好了，来道士职业哈。那这个职业呢，怎么样呢？他这个职业。其他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排行榜这么快就有了哦。我先讲一下我们的技能，而且就是灵魂、毒咒、盾影，再是治疗、后盾，再是我最想要的召唤术。你们知道我怎么会练道士吗？因为我知道最后一定会有召唤师，就是我知道这一只一定可以召唤东西。我只是他60级，他说是召唤神兽诶。我的天！对啊，他说两只神兽啊，有合体术都出来了。什么一直亮啊？OK 吗？那这个可以学习吗？不行。雨林稳哦。